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祝你好运节目。首先呢，先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欢迎妇产科医师蔡丰博蔡医师。蔡医师你好。文倩你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是，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什么样的主题呢？可能很多这个不孕症的患者想要借助这个试管婴儿异源子宫的时候呢，都会担心说啊，那我做这个试管宝宝，那么试管宝宝生出来之后会不会正常呢？可能很多的这个不孕症患者会担心这个问题哦。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哦，会为您整理一些这个报章杂志上面的一些报道，来告诉观众朋友到底这个试管宝宝是不是正常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蔡医师的个人档案。蔡丰博医师，资历博元妇产科院长，前长庚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荣登世界名人录，不孕症著作三本，连续四年获颁长庚最佳医师奖，赴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好，那么最近在这个媒体的报道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消息哦，就是在美国呢，有一个妇女哦，她生了这个八胞胎耶，哇，这真的是，这有没有破纪录啊？应该是没有，因为在1998年曾经也有一个八胞胎，我们等一下看一下那个幻灯片、那为什么这一次这个八胞胎的这个新闻又这么受到媒体的瞩目？因为他八个都存活，而且他是做试管婴儿，因为他是输卵管阻塞。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报纸的照片。那这是1998年的八胞胎，其中有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印象中好像是有一次只有七个存活。那他们最近1998现在2009嘛，大概是10岁了嘛，所以我们在最近在亲子切蛋糕。那其实就我们的立场，就是一条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好像是很轰动哈，好像说很特别这样子不得了。但是其实这个有迷思，我们看下一张。好，那这是最近的这一次在在帮他做超音波，就是帮他做试管婴儿的这个医师哈，他帮他做的哈，他总共前后生了14个，全部都是这位医师帮他做的哈。那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做试管婴儿是很贵的哈，你看他14个宝宝至少也有做了56次，那很贵哦，一次大概要台币55万嘛哈，那6次的话就300多万。那这个有没有那个补助呢？在美国加州，他是在加州，应该是没有。美国是部分州，像麻州有。我们看下一张。那你看这八个小孩子，都每个人都好像，是很可爱了哈。30桌都，那你看有的要照光，所以戴着眼罩。所以他也是没有办法说足月生产。没办法啦，八胞胎几乎不太可能足月生产。是。不过不简单了哈，八胞胎那。大家就是很好奇，就是说为什么他会一口气生八个，而且在美国生殖医协会的纲领，他们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他以他的年纪应该是只能换两个胚胎，为什么换到六个？你看是换六个，他是多大年纪呢？好像34岁多。那换六个为什么会八胞胎？这个我们曾经提过，就是说因为有可能会同卵双胞。我们看下一张。好，你看这是接生的团队，这是只是接生团队的一部分人哦。总共有46个，这有些人还没有过来照，46个哈。那你知道，所以为了要接生这八胞胎，需要46个医生加护士接生哦。那整个是你看一个小孩子就要一个接生，就有一个小儿科医师在那边。那总共有这八个，光小儿科就8个医师，那还何况要妇产科去操刀哦，这很大的阵仗。你问说，那这样子，假如说没有保险的话，要花多少钱哦？我们看外电的报道是要花美金150万到300万。那这样算一算，这台币是，听好，台币5000万到1亿哦，这么贵哦。生八胞胎要这么大的，那有人就开始在问说，到底他这个八胞胎的妇女的心理状态是不是？当然不敢说不正常，但是就，像昨天的 CNN 那个 Larry King 赖瑞金就请了小儿科医师、妇产科医师、精神科医师来评估这条新闻到底怎么回事哈、那。据说啦，据说这个八胞胎的这个孕妇，她本身以前是独生女，那所以她很渴望是有一个大家庭。那可能家、以前家里可能只是爸爸妈妈跟她三个人小家庭，所以她希望家里的人口很多，所以她一口气生连续生了14个，生到她的妈妈都抓狂，都骂她了，就说直接踢笑哟，她的妈妈都觉得
所以他这个之前已经有六个小孩了，现在生八胞胎，而且那六个全部都是试管婴儿的，有一个第一胎好像是一胞胎，再来是双胞胎，怎么样怎么样？那因为他输卵管阻塞，他每次要生，他就拼命生，一直做，一直做，都是刚刚帮他做餐坡那位医师帮他做的。这样怎么养得起呢？那而且他的外电报道，因为我们台湾好像是资料不是很齐全，就是外电报道好像是说他的经济不是那么的充裕。是，那怎么样来抚养这十四个小孩啊？对啊，不过换句话说，可是现在，他现在在美国是爆红嘛，大家争相要采访他，就采访他，可能他要有一些给他一些金钱代价，所以最近好像是美国 NBC 抢得头筹，是知道他的专访，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说，这样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出来之后，那你不要去羡慕，就同样道理，就是说，一条不孕症或试管婴儿新闻爆出来之后，你希望要去分析它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新闻，当然，也许你本身没有分辨能力，但是你要问你的医师。常常我跟病人说，你要找好的医师，而不是找有名的医师。是，因为好的医师才能够帮助你。是，对。那所以，常常有些病人就是拿着简报，要去找医师。其实我蛮反对这样的一个思考逻辑。就是说，你当然你的亲戚朋友如果是有医师背景的，你可以问他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医师怎么样？他的成功率怎么样？那这样是最准。那否则的话，现在网际网络都这么发达，你可以去了解。对，所以有时候从这个新闻报章杂志里面，我们要懂得去分辨讯息的真假。对，所以麻烦导播请等一下改一下这个名字，应该就是不孕症新闻新或不孕症新新闻啊，好，是这个标题。好，那么这个八胞胎的新闻呢，带给我们了一些这个启示哦。对，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整理了很多的这个报道，那待会呢就会请蔡医师一一的来跟观众朋友做一个介绍，然后带我们看看这里面其中我们应该要得知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讯息哦。那这个阶段我们先进行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蔡峰博医师，资历博元妇产科院长，前长庚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荣登世界名人录，不孕症著作三本，连续四年获颁长庚最佳医师奖，赴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彰化市博元妇产科院长蔡峰博医师，副院长陈昭文医师，专治不孕症。地址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号火车站旁，电话047260678，博元用心，使您更安心。到祝您好运的节目现场，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观众朋友来看一些媒体上面的一些报道，然后请蔡医师来帮我们做一个分析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的这段报道是我们看什么样的消息呢？没有，这个是我个人在以前就是美国有一个妇就是世界名人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是一个单位吗？是在好像一家出版社，他是收集一些像奥巴马或者是克林顿他们这些名人各行各业的哈。那我不晓得在几年前就接到一封美国的信说，怎么，也许是一些不孕症，我们曾经在国际发表一些研究报告，是，所以他就上下一张好了。是，好，那这个是几年前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喜获双胞胎，那53岁妈妈抱大的。那这个53岁的妈妈为什么要去做试管婴儿哈？那它里面没有指出来它的整个医疗的过程哈，所以我这里要提出来的这条《中国时报》的报道就是说，一样这样的新闻出来，你会觉得说53岁妈妈抱大的还双胞胎，是马上就抓住读者的视线了。对，那你会
像我今天就接到一封 email， 是从 Dara 来的，51岁。那他说，哎，我可不可以到你们那边做试管婴儿？我要用自己的卵子做试管婴儿双胞，看能不能也是像这位53岁的双胞胎。是。那所以我们在看这条线的时候，要去探究，就是说这个医疗的过程是怎么样进行的？那到底为什么他53岁的情况下还需要去生宝宝？那他的医疗过程是试管婴儿还是自然怀孕的？因为53岁也有可能自然怀孕哈。比方说农历过年前有一个在长庚医院生下来的57岁，生了双胞龙凤胎。那这条新闻出来，刚要出来的前一个晚上，我接到报纸来电问我的细节，因为他们知道说我这个53岁当然是我差一次做的嘛，是。他们说，哎，你好像比较有经验，来问一下，57岁可不可以可能用自己的卵子做试管婴儿，还生双胞龙凤胎？哦，那我就问他说，你确定是自己的卵子吗？他说病人说是的，是。那因为基于病人的隐私，大家病人说是就是嘛，哈，因为只能尊重病人是。然后我就说，这个对我来讲有点点，就一个医师的角度来讲，有点不可思议的哈。这个有点几乎推翻我以前的一些信念跟我们在医学的逻辑了哈。我说你最好再问一下，我就跟他推荐杨教授跟张教授他们去问。那隔天报纸出来就是，是当做这个57岁。也当作是自己的卵子做试管婴儿生龙凤胎，是。那当然，后来事后的故事就那天报道出来之后，就有一些电子报道、电子媒体报道。那因为是病人现身说法，有病人的照片，有小孩子双胞龙胎照片。嗯哼。他看就是说，这个57岁生双胞龙凤胎 ，OK， 这是一个事实。是。可是问题是，这对双胞胎怎么来的？所以那天我记得。联合报有去访问一段台北荣总张教授的一段讲话，他说有时候这些名人就是说他们去国外做试管婴儿生来生双胞胎哈，他要举两个名人嘛，一个以前中兴百货的总经理，一个是好像另外一个名人忘记的名字。那他说这些名人他们就国外回来就说我去美国做试管婴儿双胞胎，然后就当做双胞胎就生下来，大家很高兴，拍拍手。那所以大家也就不想，因为这是病人隐私，我们也不能去，不能去多问。那就是，但是这条新闻出来，的的确确，比方说这种名人的效应，比如说林青霞46岁生宝宝。那这些名人效应的加强，所以大家是不是都会拿着这样的案例来问蔡医师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对，所以我在这里要提醒，就是说一条新闻下来出来的不孕症出来的哈，新闻虽然是看起来好像很新鲜的新闻，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就是说你要再去推究一下这条新闻的它真正的面貌是什么。我们当然不会怀疑说这条新闻出来，有可能为了实际。新闻为了写的时间而有一些来不及去找内容，对，好好好。那至少有一些新闻在我这么多年观察，有些新闻事后再去追踪并非如此，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一定要提醒各位观众，就是说你不要用新闻去找医师，也不要尽信新闻哈，因为有时候新闻怎么说，他为了要博取版面，他有时候在铺陈的说法上，事实跟报纸报出来不是那么会有一点落差的，所以千万不要用一个新闻媒体的报道而来去就作为你找医师的一个方法，然后你可以多打听。是，我必须要强调，好的医师比有名的医师重要。我们看下一段笔记。是，对。那这是一个也是报纸报道出来的三胞胎，那这个三胞胎我们会放。